十几块一斤的糖心柿饼啊，那是你们的，在我们产地啊也就两三块。我打开一个给你看一下，每一个呀都是满满的糖心，自然晾晒，口感呀特别特别好吃。如果你们真心喜欢吃，下方小黄车就有，满满一箱只要十几块，带一份尝尝。